脑电波都撞出来了，二小姐，你从阁楼上摔下来，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你的房间啊？什么地方的房间啊？巴贝勒府地的房间。巴贝勒府地？现在什么时候啊？这会儿光过午时，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我问你什么年月。 我就不拉缰绳，我有太多的东西放不下，我怎么会想死？我就是为了活才会这样。你这条命是我捡回来的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别妄想能够自杀。你就是若曦，听说你早前在阁楼掉了下来，应该伤得不轻，以后要好好注意调理。 如此一个风姿卓越的人，群臣赞颂的八贤王，却为了一个皇位对自己的父亲记恨，被薛王爵幽禁致死。不要把他拖下来，这是给姐姐的，是给我心爱的人。答应我，永远都不要拖下来。 为什么觉得朕是一代圣君呢？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，俱往矣，属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 绿芜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拼命十三妹。绿芜久仰姑娘大名，不敢当。你们两个啊，一个是皇室子弟，一个是深闺淑女，却都不在乎自己的荣华富贵，敢于提出质疑，委实令人佩服。为什么被牺牲的总是女人？最奇怪的是，我们今年半丝怨怪也没有。 究竟值不值得？我长这么大，倒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直接向我讨要。如果公子给我银子，我愿意为奴为婢，终身伺候公子。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在我心里早就立下誓言，日后若是为了他，我可以连性命都不要。其实值得不值得，只有自个儿心里明白。 明天就要回到京城，我会立刻叫皇阿玛赐婚。你答应我了吗？你嫁给我，跟我答不答应你的要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争夺皇位，凶险万分。胜了，固然万人之上；如果你为此丧命，你还会争夺吗？这么多年苦心经营，如果让我现在放弃，绝对不可能。 靖哥哥刚和我提起小女儿明玉，让我帮忙参详个合适的人。我瞧着呀，这和十阿哥挺般配的。郭罗罗明玉，谢皇上。我只不过说了他的脾气，连若曦的一丁半点都比不上，他就突然的撒起泼来。我不管，我要休妻，我要休了郭罗罗明玉。 我也是女人，你在玩弄什么样的花招，我会不知道吗？我天天躲着抄经念佛。
难道这样可以抢走一个男人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走贝勒爷，一天也没有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福晋道理说不通。如果姐姐要为我犯的错负责任，推敲下去，福晋也要为姐姐犯的错负责任了。一身为嫡福晋，当家女眷，岂不是要罚得杠杠杠重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别打了！这是我师兄写来啊，简直要吃了你一样。 难怪这古树上说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他这叫有个性，与别人不同。你别看若曦平常谨慎笃定，但她心里也有大无畏的犯险精神。她的勇敢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看来四哥是越了解她，越欣赏她。为什么没带来？什么？ 链子，奴才放在屋子里了，等下次四爷进宫的时候，奴才会还给四爷。既然收了，就没有退还的道理。有些事情虽是你先起的头，但由不得你去接受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愿意戴上它。十四阿哥。 朕任命你为大将军王，12月出兵西北，你可愿意？儿臣谨遵皇阿玛的圣旨，定不负众望。先头看你和十三哥相处，才觉得我这两年一直看低了你。如今我愿诚心相交，你却对我如此态度，我哪里比不上十三哥？十三爷绝对不会给我压力，我们的友情没有功利在其中。十三爷也绝不会说出你刚才说的话。 我想通了，不嫁给十三阿哥了。我想，即使找到了我的那颗星星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十三阿哥的笑容和歌声。我想为他跳支舞，这样每次他看到别人跳舞的时候，都会想起明明为他跳过一支舞。 你们一众大臣，还有众阿哥，都推荐八阿哥为太子人选。回皇阿玛，八哥贤德兼备，人所皆知，大家心中雪亮，八哥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贡品的事跟我牵扯了多少关系？你觉得皇阿玛能不知道吗？今天皇阿玛没有降罪于我，皇阿玛就是要向所有人提个醒，尤其是老八他们几个，告诉他们。 谁是未来大清的主子？这个仇我就算不报，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我是您一手培养的太子，是您亲手册立的太子，您不能说废就废了我呀！抓出去！皇阿玛，你们想反了？在朕面前，你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八阿哥。以后如果有人向八阿哥说相，一斩！太子被圈禁，八哥跟皇阿玛父子有恩断义绝。 最大的得益者会是谁？我除了要还清白，我还要为八哥讨回公道。你为什么要让座？你走开！你当他是妹妹，他没当你是姐姐。朕真的不希望他们兄弟相残。当日带着兄弟们争夺皇位的事，如今委屈求全的也是你。难道我们就不能拼死一搏，也好比被他姑姑逼死，想呢？他是皇上的。<笑> 他命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李公公半生辛劳，陪先帝直到最后一刻，朕谢谢你。也许你是拒绝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但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
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姐姐都会支持你的。求王爷休了姐姐。洛兰的意思，姐姐在这个府里已经困了一辈子，如今只担心自己即便是做了鬼也不得自由。你一直都知道姐姐的心不在你身上，他们阴阳相隔20多年，求王爷放姐姐自由，让她可以安心地去找自己的心上人。朕的允许，你不准死，你不准死。